小弟啊，明朝红牛季开张，我到苏州来捧场，侬再跟我买廿只粽子。但是你上趟买个五十只粽子已经吃光了。是个呀，实在好吃。东关路金山的野鸡粽子袋子。哎呦，粽子完了，我再来二十个肉粽子。啊，肉粽子卖完了，你要不等一会儿？真家伙，每趟来也买粽子，看了捧场的份量，不等啊，这还等着。你的粽子出锅啦，整整二十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把这个口袋套上去。套上去干嘛呀？哎呀，我叫你套你就套，怂得的噎死，特子地哪呗。小弟，弄来了。哎呀，刚刚后头啥种子了，怂得的身上也抖特在。哎呀，可不是我要买的种子呀。哦，那个人真的跟大哥啊，没事也吃个不是苦，那是一吃，这么动力马上退不来。好呀，我今天早饭正好没吃，好吃，真好吃，一灵魂了呢，嘎都拍灵魂。你要三个地方吃着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得了苏州，你得两个吃，得两个扎，得两个白相，一块啊你还当两块啊你用。但是我搬到苏州来是退休工资翻倍用的。对，就是跟两个。感谢大家参加富游记揭牌剪彩典礼。感谢小太姐，感谢小太姐，小太姐，小太姐。大哥，今天定位来吃米糕，哦，蛋。哎，看到肯出镜的牛蛮帅，讲啦。哎，那么你哪肯出镜的讲？我欢喜侬个人呀。